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益智收银机玩具。这是一盒麦片，这是一盒葡萄汁，这是一盒豌豆，还有一个红苹果，拿去付款吧。先来称一下苹果，5元。再来称一下豌豆，3元。扫描一下麦片，12元。再扫一下葡萄汁，7元。一共27元。佩奇过来买东西了，装一个冰淇淋，再装一个热狗，还有一个蛋挞。好了，称一下热狗吧，6元。称一下蛋挞，3元。扫描一下冰淇淋，5元。一共14元。佩奇尝尝这个冰淇淋吧。好好吃呀，佩奇回家喽。波乐乐过来了，他也要买东西，装一盒苹果汁，再装一盒牛奶，还有一份薯片，拿去结账吧。称一下这个苹果汁，4元，称好了。看看这个牛奶多少钱吧。哦，是5元。扫描一下薯条，6元，一共15元哦。波乐乐喝苹果汁吧。哇，太好喝了！